微博高喊相信国家会还我清白。中国战狼外交官赵立坚疑似卷入中国外交部派系内斗被失联。去年被调离外交部发言人，发配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的赵立坚，妻子的微博离奇清空，留下唯一贴文是去年十二月不满赵立坚为国卖命却被诋毁，立刻奔上热搜。中国网民直说：中国外交部又要大地震了吗？还有这一位。When are the i hope that they're coming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. and will they come back to the national zoo in washington, d.c.? it depends on you who. You... -t -t to 因為,同時, mm. that china will not fight a cold war or a hot war with anyone. people in asia have our own way of dealing with each other, which values peace. 甚至亲口否认中国并没有“战狼外交”，他还说：“我真的不相信，一直有一种‘战狼外交’，也没有关于‘回到’这种外交方式的说法。” 而在台湾大选前，他甚至代表习近平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。台湾问题呢，也是，呃，告诉美国人不要在这个呃台湾问题上做文章，不要打台湾牌。外界猜测他很可能接任外交部长，而这也代表现任外长王毅失势，很可能职位不保，也显见中国高层斗争仍暗潮汹涌。产力新闻严心怡报道。